这是一个 BREF 的例子。好的，如果你得到一艘 B 筏，你把它放在水里，这就是了。你已经完成了，你将它放在水中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是说，它需要5到10天的时间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吸引蜜蜂前来。如果该地区有蜜蜂，它会吸引它们，然后它们会开始使用它。一旦它们弄清楚它的作用，它们会每天使用。